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从100哈到999的正整数中呢哈，是求哦第一小题哈，他说呢这个数啊，就100到99的这种数，被删除于一啊哈，总共有几个？好，我们晓得呢，这个呢被删除于一的话哈，这个就可以写成3k+1啊。哦，这个数被删除的话会一嘛？好，啊，这个数哈，它是介于这个这两个数之间，也就3k 哈加一，它是小于999了。哦，啊也可以等于啊，不过这个不会等于，大于等于多少呢？100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k 的范围 ，k 哈它是小于等于多少呢？998。哦，999-1998嘛，除以3，大于等于多少呢？99除以3，哦，这个可以整除了，这是33，所以 k 是从33到多少呢？3得9，3得9，3得6，又3得2，所以 k 哈，它是大于等于33，小于等于332。那我们这种 k 有几个啊？就是332-33+1啊，因为前后有算嘛，所以呢，这个个数有几个哈？就是332哈，减掉33+1就是等于减掉32啊，就等于300个。所以第一小题呢是300个了。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它是说哈。这个满足哈一的株数的总和了，那这是一个等差嘛？哦，公差是3啊。那第一项的话，第一项是 k 等于33的那个 n 呢、啊？也就是说哈，这个第一项我们叫 a33 哈，为方便哈，第一项是 k 是33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哦，这带33，就100了。哦，等于是第一项。那 a 呢 ？k 是等于332，这是最后一项嘛 ？k 带332，带进去是996，996+1的话就997嘛。哦，997啊，这是第一项，是最后一项。那因为它是等差嘛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它的这个 s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。上底加下底啊，就前项加后项，100+997，啊乘以呢高就是项数了。项数的话呢有几项哈？有300项，啊再除以2，那这个就是答案了。我们看看这个100啊哈，加上997。997，等于，啊再乘以300，啊再除以2，164550啊，哦164550，哦164550，好，啊再我们看看他说，满足呢这个一这个哈。的个数中哈，为完全平方数者有几个啊？这个是满足2啊。哦，就第三小题哈，他是说呢，满足2哈，这种数啊哈，它是完全平方数的话有几个啊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哈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那个2的话，它是求总和，它说满足一啊，就是说它被删除于一的这种数哈，它又是完全平方数的话有几个？好，也就是说哈，它是要求什么呢？求，除3于一，而且能够完全平方的那种数有几个？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哈，完全平方数的话有几个？完全平方数的话哈。假设这个数哈，我叫做 h 平方好了，
，h 平方好，它是小于等于多少呢？999嘛，啊，大于等于100，所以 h 的话哈，它是小于等于多少呢？那我把这个开根号，就开根号999了。这个开根号出来是多少呢？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已经算出来了哈。这个 s 呢是等于164550哈，已经算出来了，把它擦掉。好，那大于等于多少？这开根号是10啊，所以 h 是从10到多少呢？这我给它开根号999。9是3的平方嘛，用3，哦，3的平方是9，99，那3我再乘以20，这个等于60，那60几？60的话加1啊，所以是1，这6是1嘛，1乘1的话是1，6，哦，所以是8，啊3，所以是31点多啦。那31点多的话，所以我就晓得啊，这个是，31点多嘛，所以 h 哈，它就小于等于31，啊大于等于10啊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种数的话呢，有几个哈，就是10的平方，11的平方，一直到31的平方啊，哦，能够完全平方的话有10的平方嘛。然后这个11的平方，哦，它这个12的平方，哦，那以此类推这样子，一直到31的平方，这些数能够被这些数被删除余的有几个？首先这个哈，我给它除以3的话，10除以3的话哈，这个可以用这个符号了，这个我们叫同余，就10的平方哈。10的平方的话呢，10的话除以3，它是余一啊。然后平方的话，两边平方，10的平方呢除以3哈的余数跟1的平方除以3余数一样，那这是等于1嘛，所以这个数的话除以3是余一，好，然后再来是11，11的话除以3是余2啊，那两边平方，这个除以3的余数跟这个除以3的余数一样。这是4嘛，4除以3也是余 1， 所以这个都是余 1 的，这余 1， 这也是吧，这也是余 1 啊，除以3也是余 1， 那这个除以3余 0 啊，这个是整除了，我们用这个符号，除以3余 0， 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啊再来的话是13，对，13平方你除以1的话，除以3的话还是余 1 嘛，哦，14， 14的话哦，除以3的话呢，哦，这个东西除以3的余数跟除以什么，除以4的余数是一样的，因为什么，因为14你给它呢除以3的话，哦，3是12嘛，余2嘛，那两边平方，哦，那这个14的平方除以3跟2的平方除以3一样，那是44除以3是1嘛，所以是吧，所以是110110这样子，也就是从10哈，一直到31的话，三个里面哈有两个呢除以3是余 1的啦。好，那31的话呢，可以分成几组啊？三个一组可以分成几组？三个一组的话可以分成哈，三一得三哈，可以分成10组了。那分成10组的话呢，每一组。哦，这样三个一组，每一组有两个嘛，所以是10哦。哦不对哦，10到31的话呢，没有那么多，还要减多少呢？这个10哦，10到31的话呢，有10到31的话呢，有几个数啊？31减掉减掉10加1啊，就等于减掉9。所以10到31只有几个数啊？只有22个数而已啊。那22个数的话，三个一组嘛。哦，22的话呢，三个一组。3721。所以呢，总共有7组了。那一组的话有两个一嘛，所以7乘以2。那
七组以后啊，剩下一个，那一个的话，那就是一啊，哦，因为一一零三个一组一一零，那最后剩下一个，剩下那个就是一了嘛，哦，所以是十四，然后十四多少？加一，那这个一的话就是这个了，哦，所以是等于十五个，哦，所以答案的话呢有十五个了，哦，第三小题的话有十五个。